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抓捕大行动。行动！上！上！快上来！嘿嘿嘿，要发财了！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哥哥，你看，是小偷在偷东西。可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对，一定要把他们抓住。让我们召唤超级汽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小偷三兄弟半夜偷东西，爬上又爬下，没有人注意，钻石珠宝和金币全部装到口袋里。你们快帮我呀！是警车，快跑！等等我！正义的警车，城市守护者，谁在做坏事？把他抓起来！嘀咕嘀咕，我来了！小偷小偷，别想逃！完了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飞逃跑！跑！啊，不好了，小偷不见了！这里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清，怎么抓小偷啊？小偷实在是太狡猾了，不过我们是不会放弃的。没错，我们要保护大家。超级汽车升级，超雷达警车，警车有雷达，像很多眼睛，黑夜不用怕，也能看得清。无论小偷躲在哪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看你往哪逃！那还有一个小偷，站住，不许跑！小偷跑得快，向左又向右，警车要加速。向前追追追，瞄准目标快发射，小偷抓住他！嘿嘿，这回你跑不掉了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雨天派对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今天的野餐派对吧。好耶！看我带了什么？哇，一张好漂亮的野餐布呀！
你们带了什么呀？当当当当，我带了一把大大的遮阳伞，我带了最最最好玩的飞行棋，有人想一起玩吗？哇，我想玩。我带了好看的漫画书，可以跟你交换哦。我也想玩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对了，皮皮，你带了什么呀？我带了好多好吃的，你们看。哇，皮皮，为什么都是空的呀？是不是都被你吃光了？我记得我只吃了一点点呀，这怎么会这样呢？没有零食，我们的野餐派对就不完美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召唤超级汽车。百变美食车，美食车来了，想吃什么快告诉我吧。请你听我说，说吧说吧，快说一说。巧克力糖果，棉花糖云朵，甜甜蜜蜜我喜欢。果冻小布丁，脆脆小饼干，越吃越多越开心。菠萝小草莓，香香哈密瓜，哦，水果越多越好。我们的野餐派对终于可以开始了，太好了！我要开灯了。我的棉花糖坏了。呀，下雨了，大家快过来！哎，我们的野餐派对又办不成了。有我在，雨天也能举行野餐派对呀。对了。我们可以升级美食车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梦幻美食车，一起继续野餐派对吧。美食车，谢谢你，今天的野餐派对太棒啦。下次的野餐派对你还会来吗？当然啦。那我就可以敞开肚皮吃了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
调皮的小宝宝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妈妈出去一下，你们要照顾好小宝宝。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宝宝呢？刚才还在这里的。在哪呢？糟了，小宝宝不见了。别着急，我们召唤超级汽车来帮忙。大力士吊车，神奇的搅拌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小宝宝，小宝宝，小宝宝，哦，调皮的小宝宝最喜欢躲猫猫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它到底在哪里？小宝宝有危险！大力士吊车来救小宝宝，伸出长手臂，轻松的吊起。小宝宝不要乱跑，快快跟我回家。哦，调皮的小宝宝爱大哭爱大闹，要玩具和蛋糕，什么都不要。看我的，水泥搅拌车爱护小宝宝，转动大滚筒变出了水泥。看我来变魔术，漂亮城堡出现了。小心！有了，我们来跳舞逗小宝宝开心吧。小宝宝，小宝宝，不要哭。大吊车晃一晃，打个子，搅拌车转呀转呀转，小宝宝小宝宝一起跳，大吊车晃晃小脑袋，小宝宝小宝宝真开心，和超级汽车一起跳舞。拯救小岛，去钓鱼了。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我一直钓不到呢。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爸爸快来帮我。来了，用力呀。不好，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救救我们！情况紧急，召唤超级汽车。
式吊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！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，稳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试试升级吧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嗯，好办法。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大力神吊车。慢慢靠近，长鼻子小心翼翼，小岛安全了。大吊车，谢谢你，有你就有奇迹。大吊车，谢谢你，你最强无敌。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嗯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健身计划。好好吃啊。好满足啊。我每天都要这么快乐。都吃完了，那就再去买一点吧。这个门怎么变窄了？这下怎么办啊？白浪湖、开心湖，你们快过来！我被卡住了。开心湖，我们快帮帮皮皮吧。嗯，一二一一啊，太重了。皮皮，过度肥胖会影响你的健康。怪不得我总是觉得不太舒服。看来你需要一个完美的健身计划。哦，召唤超级汽车。
出租车，梦幻美食车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健康运动，健康饮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我想吃蜂蜜蛋糕和巧克力，汉堡包、甜甜圈，还有冰淇淋。美味的零食在哪里？全掉进我的嘴里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这扇门再也抢不住我了！哟吼！哦耶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！章鱼车来袭！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啊，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，哼！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！哈哈哈！救命！我被粘住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！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
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葫芦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喷射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葫芦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是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飞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猴子大搬家。嗨，猴子先生、猴子太太，是你们叫的出租车吗？是的，妮娜，你可真准时。听说你们要搬家，快上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新家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些行李。没问题。太重了。抱歉，我们的行李确实有点多，这里还有20个。啊，你们只有2个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？因为还有我们呀，我们是个大家庭。我需要帮助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怎么了？猴子先生要搬家，我需要帮助。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行李，而且人数也……没关系，我们都可以搞定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出租车，妮娜，巨无霸破车，搬搬，豪华公交车，巴斯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十只猴子今天准备要搬家，搬家！猴子太多行李，太多坐不下，超载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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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超级汽车帮助猴子来搬家，搬家！大的小的行李全部交给我，交给我！我的肚子大大，全都能装下。真的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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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一个装进去，关上车门，吃得饱饱，像大哥。乘客们，快上车吧！猴子爷爷、猴子奶奶先上车。好的。猴子爸爸、猴子妈妈也上车。来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猴子宝宝快上车！大家系好安全带，现在出发。我
过大街，来到一条小河边，变景点，围着美丽花园转了一个大圈圈，加速转转车轮，马上到终点，到了。钱都搬完啦！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，不客气。嗨，我们也要搬家。没问题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，酷宝，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酷宝，快跑呀！电影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。变身大力神吊车，大力铁臂挖掘机，酷宝七彩搅拌车，瑞博超级汽车，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吊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！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逃！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。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雕像吧！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！快掘起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跳翻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！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！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！
嘴贪吃车。胖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咦，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咦，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。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。送给你，乐嘟嘟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呼噜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有道理呀、啊！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我是不是很美呀？